重磅重磅消息，王一确认新门派九黎城现世，同时发布最新的门派战斗动画。古美式的爆料果然是真的，并且还公布了最新资料片的开启时间。就在刚刚，7月4日的维护公告已经放出，其中有一条关于新门派的只言片语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引出九黎在线纷争。这是7月9日19:30开启的年终发布会海报，就这么一张简单的海报，却包含了海量的重要信息。首先，官方已经确认了新门派叫九黎城，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早有耳闻。稍早些时日，坊间其实就有流传一张图，只是这个图错漏百出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真假。不过这个门派的名字倒是是真的，九黎城。其次，结合舞美师的爆料，九黎城是一个魔化的可以双持武器的门派，而官方海报正好印证了这两点。并且就在昨日下午，官方还发布了九黎城的最新门派战斗动画。这个动画就很直观地反映出了九黎城的门派属性，魔化，拜入新门派的玩家角色将会切换魔化造型，同时也将解锁更多武器装备的选项。看到这里，新门派基本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至于技能这一块，应该是偏向物理门派的，魔族的女物理是真的来了。而新资料片的开放时间其实也有提及，7月9日是星期日，年终发布会肯定会公布新资料片，那按照往年的进度，7月11日就可以开放测试，测试时间一般都在2周左右，要是没问题的话，基本就是在7月25日全服开放。好了，哥哥们，你们觉得九黎城门派怎么样？快来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吧。